队的一分优势。这球打下了三垒防区，李宗贤扑下来起身快传一垒 ，nice play。这颗球价值连城啊！以击球条件来看的话，是有可能形成穿越安打，对，够迅速。哇，这个球反应能力很好，不是很好处理的一颗球，最后接到球的接传确实都够水准。今天第一次的守备机会来得很快，对。哇，但自己看起来确实也有准备好要接球那种想法跟。居然出赛，柏林信打第一球，在中左半边，结果郑浩伟 nice catch， 往前飞扑完成了接杀。哇，这个球连林哲轩都忍不住高举双手叫好啊！郑浩伟抓到了最后一个出局数，所以在九局上半，富兰哥三上三下的半局，6-5，富邦一分打败味全，拿下本周的二连胜。我是央央，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